我来银行跟你讲哦。啊，即马阁有啥物人知影林子彤就是银行的代志啊？当然嘛，只有我甲陈慧娟。即马是我伫问你呢，唔是你伫问我。李金狗，你到底是安怎要创伫阮莹莹？伊是我的朋友，我当然嘛爱听伊啊。我是甲斗三工，让伊当离开疗养院，安尼哦，伊就会当去地界创伫伊的元首人啊。你是朋友？你什么时阵变朋友啊？对啦，伊当然唔知啊，逐工搁咧甲阮爸困哦，那有可能有时间关心家己囡仔啦？你是啊？我讲着重点，跟小东是伊上怕人。你甲江超越、总裁嘛，是给我甲崇仁突破阮做伙的代志。你阁讲你是莹莹朋友，无可能。哪有朋友会带人去破坏朋友妈妈的生活？你的生活，你的生活就是破坏我的家庭的。你要甲阮爸叫去用哦，我已经看破啊。安尼烦恼，你会当放心啦。我对伊无歹意。非你着想，我伫疗养院时阵。王韵金想要丢我的命，已经替我动一刀，所以为即马开始哦，我要替伊两肋插刀。原来当阵，伊受伤是替你动一刀，是安怎从来拢无甲我讲？哦，可能是甲你无解释啦，加困几届哦，啥物拢甲你讲啊？你实在是，我问你，你到底是找谁？甲伊用精良诶，你紧甲我讲，我爱保证，伊用完以后会当恢复倒来。你放心啦，迄个医生哦，随时拢会当联络着。伊哦，早晚会甲伊个病患倒倒来。啊，不过你嘛了解伊呐，伊即马搁咧算，叫伊倒来，伊无一定愿意。就好参照你啊，即马叫你离开阮爸，还袂趁着钱哦，应该嘛无遐尔简单离开阮爸。哼，是要叫我离开江家？无这么简单。相公，我要叫你离开江家，我是足希望你继续把阮爸黏在眠床顶，永远卖落来。你嘛知影，阮爸跟阮妈无感情啦，若不是看伫咧寰宇集团继承你的身份哦，我早就口供阮妈跟阮爸离婚啦。哎，你嘛是卖欢喜啊？就算我是继承人，阮妈是伊的大某。啊！不过阮爸是足巧的，敢若给阮妈钱哦，无给因真正的财产还够股份啊。所以阮妈若是离开阮爸，就真正什么拢无啊，一世人的青春拢了了去。这就是为什么哦，我袂叫阮妈离开阮爸。洪秀兰无讲谢股份，真是啊。阮爸这人哦，哪有可能遐尼啊大方啦？伊把所有的钱抓伫家己的手头，你若唔信哦，你叫伊给你股份看卖啊！伊若真正愿意给你，迄条真正是爱你爱到公气啊！总共一句啦，我袂插手你甲阮爸的代志，你嘛莫怀疑我为虾米爱甲因斗相共，咱莫找对方的麻烦，你敢袂使？那是你和你妈甲崇仁离婚，那你继承人的位置咧？哇，已经替你巴肚内底囡仔设想哦。好啦，我坦白甲你讲，我对什么继承人的位置哦，一点仔兴趣拢无。我干呐希望甲阮妈摕着满意的数目就离开啊。所以哦，你若甲我斗相共，就等于是替你巴肚内底囡仔斗相共，对咱两边拢有好处啊，敢毋是？妹妹，你来操场遐创啥？无啦，啊就顶届度假村的代志啦。伊走来问我，讲是毋是我甲设计？你家己做别人的小三，无咧检讨，搁怪别人甲拆破，真正是莫名其妙的。伟弟哦，你以后莫搁针对我，啊那无大家拢无好日子通好过啊。好啦，你搬离来啦。我别生气啊！虽然哦，我已经搬离来啊，啊，不过
我煞一点啊保障拢无。我逐天哦，伫咧尴尬，啊，规工拢去予大家欺负。也毋过为着你，我啥物代志拢愿意忍耐啊。啊，你应该哦，爱予我一寡保障，啊，予我会当甲爸爸讲，爸爸有在照顾我呐。啊，你要啥物保障？无安好啦，我予你一张副卡。哎呦，我不爱副卡啦！哦，我巴肚内底个囡仔嘛是你个囡仔啊，应该爱参像超强安尼，伫个公司哦有一个位置啊。哎呦，还袂出事就要做副总哦，敢袂伤憨啊？是相公爱即位啊？我的意思是，予宝宝一寡保障。你应该爱予宝宝一寡寰宇集团的股份啊，安尼毋才表示你重视这宝宝。算啦，刚刚你无想要给爸爸保障哦？哎，我是一定会给恁母仔囝一个保障的啦。啊，不过吼，即卖阁早，免着急啦。啊，而且你的户头嘛更冻结啦，我嘛袂当给你啊。无安尼好啦，等囡仔生下来吼，你来我的户口。我将寰宇集团的股份给你，你若惊我工作无去，无咱直接合约，白纸黑字当作保证，安尼好？好啦好啦，那安尼这合约爱先给我。嗯，先出来，别交叉超强办公啊啦。手机定位就伫遮。啊，是白莹莹，竟然反背我！这条婚纱哦，穿起来阁袂歹。林毅恭喜，近乎完美。爸，等拜年这就变了。超强，你哪在这？我若无未来，是要怎看到你甲中军长江米在试婚纱？不是安尼啦，那是……别跟我讲你是在应付中军啊！我跟你讲足多，该要报仇足多的方式啊！你无要跟我信到颠倒，继续阳奉阴违？我无，我只是……别讲硬拗啊！我看到你甲两个查甫过来过去，我就看到就神的啦！竟然搁要甲中军结婚，你把我当作是啥物啊？想要耍的时阵，直直手头；无想要耍时，搭在涂骹是唔？我无，我只是咧。你一定要采取行动，才愿意乖乖听我的话是唔？你干嘛要这么激动啊？你卡细声好无？我就去甲冻袂调，搁我细声。你是刚刚终于听到是唔？是安尼，我真的是你一届搁一届搞我骗，我袂搁相信你啊！好，我甲你掠转去，甲你的面我倒转来，为着你妈妈，希望安尼啊，行。我袂，你
先别了工，你还告我啊？干哪里？干哪里？为什么要那个世界集团提到手啊？你是要给我气死是吗？为了得到世界集团，你就甘愿出卖你家己嫁给中军哦？不，你就是我的计划，只是爱廖佩蓉跟林子涛来啦，其他老配哦，不是。戴清波迄个老黄灯，第一夜敢来哦，敢来也早惊林子涛啊，跟我境遇根本都无搞我，我妈啊，跟我外公抗在敢来，只有我把世界集团提到手啊，我真正受的委屈哦，唔知有法度连本带利偷偷回来。敢真正安尼想啊？我若无较早甲将军结婚，我是要安怎早日摆脱我这张歹面，还佮将军迄个大念头？你有这个计划，唔对啊，较早甲我讲。你只要看到我甲廖凯宏还是将军靠我咧，你规个人气到想要发怒，我哪有机会甲你讲？这嘛袂当怪我，你嘛唔是唔知我对你。唔是啊，那结婚了后就要洞房呢。啥物甲伊洞房？结婚了后一定会洞房啊！你若无要甲伊洞房，一定会去怀疑啊！我听讲中军这个人个性就硬。那是伫咧心理上，伊只要一看到这张面啊，规个人就变脑残啊。啊，不过，安啦。我一支头毛都袂互伊夹着的。当我摕到世界集团的股份，我就随转来我的名下，互林子彤啊，一仙五伊拢摕袂着。然后我就拍拍屁股走人，把我的名换倒转来，互迄阵人哦，要哭无目屎。我这个计划，阁需要你甲我斗三工呢。你讲对无？最佳战友。我唔是干那想要做你的最佳战友尔。子彤，我衫换好啊，不能入去啊。等一下啦，我还没换好嘞。紧去咪起啦。无你真正是爱我的计划，让我入去，你才欢喜是无？是我拜托你啦，紧来啦。你真的是你做水的呢？人比伫咧内面，哈！这主头根本就干咱我一个人尔，哪会有别人？啊，是你认为我伫只苍白的查甫人？我哪有可能怀疑你啦？那安尼你是爱做疑神疑鬼啊？我真正不是疑神疑鬼，我是惊我伫卡比伫咧内底的人，就是用专门偷袭糟囡仔外甥的变态，知道吗？万一你若是用偷袭是安怎？你真无简单，这会不也走命行出来呢？你等我一下，我随工人找出来。哎，哈！好啥啦？你家己看，你今日只出西装，跟我跟我素配。做素配啊？是都为了无素配啊？我讲无素配就无素配啊！哈！行，去换一束啦。